朋友们好，欢迎您来到叶老师的试简谱学唱歌音乐课堂。最近啊，有网友问我能不能教唱《爱如火》这首歌。哎，我上网查了一下啊，发现这首歌啊，今年呢网上很火，大家呀是对这首歌呀褒贬不一。我听到有节奏感很强的那依娜演唱版的，还有很多舞蹈版本。也有不少啊，抒情版的翻唱啊，这首歌呀，旋律有很多重复，听起来简单，但实际上我看这个简谱并不容易。在这里啊，我也不想对这首歌及歌手做任何评价，就想带大家唱唱每句的简谱和歌词，希望对想学简谱和学这首歌的朋友有所帮助。我们说这首歌啊，简谱真的是不是很容易？他们很多这个叫延音线啊，这个然后呢，它的这个词啊都是后半拍起来唱的啊，哆西咪咪嗦嗦咪拉嗦嗦，哎，这个嗦延过来，这个爱呢，本来这儿唱半拍，这儿唱剩的爱唱一拍，这个情也唱一拍。所以说我给大家唱简谱的时候呢，如果有简谱基础的同学可以慢慢跟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跟着唱歌就。行了啊，那我们还是一句一句交唱啊。每句的第一遍我唱简谱，第二遍我唱歌词，第三遍你跟着我的琴声唱歌词。我们开始。哆西咪咪嗦嗦咪拉嗦嗦，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。哆西咪。咪嗦嗦咪拉嗦嗦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。哎，这两句是一模一样的啊！哎，这个谱子一样啊。哆哆瑞西西瑞瑞西瑞西西，爱如火，会温暖了心窝。咪嗦嗦咪拉嗦嗦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这前四句呢，就是那依娜唱的时候节奏感更强一些啊，然后呢，抒情版唱的更慢一些，它的旋律是一样。哎，接着往下看呢，就是那依娜又唱了四句。哆哆瑞西西瑞瑞西瑞西西，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。哆哆瑞西西瑞瑞西瑞西西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。哎，这两句一样的啊，比前边稍微高了一点啊。哆哆瑞西拉西西拉瑞西西，爱如火，会温暖了心窝。哆瑞西西咪瑞咪瑞嗦咪咪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这个后面这四句呢，一开始的抒情版他没有唱啊，前边啊是高潮的部分，它是这个副歌部分，哎，他们都是先唱的是副歌啊，然后呢下边呢就该唱主歌了啊，主歌部分呢就是比较平缓的这一部分啊，咪瑞咪咪咪瑞嗦咪咪，燃烧那爱情的火焰，哎，燃烧那。爱情的火焰，这个爱呢是后半拍起这儿，我停顿了一下，燃烧呢，爱情的这个的就短了啊，爱情的火焰，哎，这个火有两个音啊，火焰，再来一遍啊，燃烧呢，爱情的火焰。咪瑞咪咪咪瑞哆瑞，咪瑞咪咪咪瑞哆瑞，去吧，烈火在人间，
去吧，烈火在人间。好，我们觉得这个，你看啊，烈火这俩是一样的啊，就感觉他这个就在拖着唱啊，去吧，烈火在人间，烈火，哎，他们一样的长度，再哎短一点，烈火在人间，哎，咪瑞咪，哎，在下边啊，咪咪瑞嗦咪咪，这跟刚才一样的，红尘里爱恨一瞬间，红尘里爱恨一瞬间。咪瑞咪瑞咪咪嗦咪咪，可曾记得彼此的脸？可曾记？哎，这个记是一拍啊，的这是半拍。可曾记得彼？这个彼又长了啊。可曾记得彼此的是嗦咪的脸？再来一遍。可曾记得彼此的脸？下面啊，咪瑞咪咪咪瑞嗦咪咪，你的爱在眼里流淌，你的爱在眼里流淌。咪瑞咪咪咪瑞哆瑞，爱情它如火般荡漾，爱情它如火般荡漾。咪瑞咪咪咪瑞嗦咪咪，我的心早为你疯狂，我的心早为你疯狂。西拉西咪咪嗦咪嗦咪咪，西拉西咪，这个咪咪，西拉西咪咪嗦咪嗦咪咪，爱如火在燃烧碰撞，爱如火在燃烧碰撞。这儿我们连起来唱一遍啊，燃烧那爱情的火焰啊，我们来唱一遍，跟着我一块唱啊，燃烧那爱情的火焰，一百唱，燃烧那爱情的火焰，去吧，烈火在人间，红尘里爱恨一瞬间，可曾记得彼此的脸？你的爱在眼里流淌，爱情它如火般荡漾，我的心早为你疯狂，爱如火在燃烧碰撞。我们今天唱实际上这个速度是唱的抒情版慢慢的速度啊，但是我这个第一遍这个谱子呢是按那依娜这个谱子来，这个抒情版呢是西拉西咪咪嗦咪拉嗦嗦，爱如火在燃烧碰撞，爱碰撞，爱就是高起来。好，我们这个地方唱完了以后呢，实际上呢，基本上他们这个主歌也唱完了。你看，我们说反复记号是反复回来，从这儿我们就回来再唱啊。是抒情版呢，哎，我们前几句都一样啊，我们就到这个最后一句的是哆西咪咪嗦嗦咪拉西西，爱如火会温暖了心窝。西咪咪嗦嗦咪拉西西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哎，他两句一模一样了啊！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哎，就说抒情版呢，这就是比较平缓的，哎，有没有很高亢起来？就是平缓的结束啊。
抒情版这个最后唱一遍啊，连起来唱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，一百唱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。爱如火，会温暖了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。爱如火，会温暖了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好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把这首歌啊，从这个主歌部分完整唱一遍啊。那前边那这个副歌部分呢，我们就重复的不唱，我们放到后边。那我们呢，用那依娜唱的这个速度，我来清唱啊，大家跟我唱啊。我们唱的稍快点啊，燃烧那爱情的火焰，去吧，烈火在人间，红尘里爱恨一瞬间。可曾记得彼此的脸，你的爱在眼里流淌，爱情它如火般荡漾，我的心早为你疯狂，爱如火在燃烧碰撞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。爱如火，会温暖了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心在跳，是爱情如烈火，你在笑，疯狂的人是我。爱如火，会温暖了心窝，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和订阅啊！你想学唱什么歌啊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。